比较担心会不会丁点。啊，你会不会担心？啊，不会。亲切欢送末代义务役入伍，新北市副长侯友宜和义男大聊兵变，剃光头，勉励的话却有弦外之音。一个一个没有逃避，毅力面对迎战，面对我们中华民国，愿意挑起重责大任。鼓励义男却像是在说自己的心情，因为侯友宜迟迟没表态参选新北市长，传出让党内基层党员相当着急。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，也是备战的一种。侯友宜首度说出备战，尽管仍没松口，但参选态势明朗。只是国民党放眼2018县长选战，誓言要突破现有席次，更寄望钟摆效应发酵。新北市长朱立伦却示警，要党内别太乐观，被解读是暗指党主席吴敦义改革不力。毕竟很多我们的支持者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继续的改革，能够继续的提升，加上民进党目前的很多的政策措施没有办法获得民众的认同，我们才有机会争取2018的胜选，这才叫做钟摆效应。朱立伦这席改革说不只向吴敦义喊话，也让外界关注吴朱两个太阳的互动。毕竟国民党想东山再起，闯过2018这一关，两人能不能合作将是一大关键。记者张林、潘英凡台报道。